我这衣服不好玩，就换了。我去把衣服给换了吧，我等一下再换，这衣服不好。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。我等会晚一点再换。既然有人退群了，黯然心碎是谁？现在不换。轻轻欢迎，因为你不在。现在不换。慢慢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我有开空调。拜拜。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慢慢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可乐，明天见。可乐，天天见。你要走吗？你也要走吗？你们都走了，我的鲁阿鲁已下载，我的鲁阿鲁下载好了耶。已经天都关门了，不想看了。我告诉你，别整那死猪，下，我的鲁阿鲁下载好了，你们看一下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你们先教我一下。我等一会儿再吃啦，我先看一下鲁阿鲁，你们帮我看一下。看得到吗？我这么小一个。立即安装。啊，我已经没有啾啾了，我已经吹屏了哟。我现在要吹屏了哟，我是新疆人。我接受。F 盘还是 D 盘的？ D 盘的鲁阿鲁。我要去评论呢，安装怎么会好久？我都下载好了，我现在要去评论呢。你们看我。可乐好久了。好久了。新疆姑娘好野蛮，吹个毛线，里面没有了啦，没有了里面。我在学，他安装要好久吗？我在等安装。我进去，你们有人跟我领我打吗？你们有谁是会打的吗？有人很牛逼的吗？我需要大神带我。然后你们教我干嘛我就干嘛，怎么会好久呢？你们等我啊，你们先自己做你们在自己的事儿去。么么哒。能不能到黑色玫瑰玩呀？那我去黑色玫瑰。为什么你要去黑色玫瑰？因为那个嘛，一起扛出坑出一片天。你们在哪个区啊？你们大多数都在哪个区啊？哎呀，水晶之痕，那我就去黑色玫瑰了啊。你们应该都在黑色玫瑰，应该很多人，因为只有这区在家玩不卡。那我开着战旗在玩会不会卡？我要去把那个浏览器什么都给关了。征服之海更多一区，黑色玫瑰只有小号，我黑色玫瑰都没有号。我等会下好了之后你们看一下啊。不急，一个个来。以后我要成为鲁阿鲁大神，以后我要不在百变娱乐，我要在那个鲁阿鲁专区，然后我去吃零食，开个淘宝零食淘宝店，然后就会月入百万的那种。对不对？他们那些大神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？哈哈，是不是大神是不是都是一边玩鲁阿鲁一边吃零食，然后月入百万？可是我是游戏白痴，真的。他应该不要充钱的吧？
我从来不玩充钱的游戏，坑子！我是小气鬼，我从来不玩充钱的游戏。好像泡泡糖我好像有充过。不要点卡，对，我不能玩有点卡的游戏。可是他要买皮肤，我才不买呢，随便谁给我用用得了。人生之中我对游戏就没怎么花过钱，我好像就糖果传奇用了6块钱买了一个那个无限石。征服之海 ID， 我去黑色玫瑰啊，你们有小号吗？等我等我，我在安装，安装真的超久，真的超级久的。那我喽，我只想给你宠爱。今天要更新，你们更新了吗？那我这个是什么？你们自己现在在玩吗？啊，我看一下我自己。哎呀，依然美美的，我把这个给穿起来吧。我好像那个呀，水《美少女战士》里面的水星。鲁啊，主播把鲁啊鲁对小话吗？等一下再，等一下再对小花，等一下，我马上就要安装好了，你们快点玩。我还有一半呢，最大，会不会好大哦？我好大哦。Hello， 安装时间蛮长的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卡耶，我会不会卡、啊？我刚刚玩那个炉石倒没有什么，绑住我的圣诞树了吗？那无所谓了。我再看一下我下到多少，好久，我还想玩穿越火线呢，但是还没有下载。要不我先去玩个夜游。应该不会，我先去玩个夜游要吗？先玩个扫雷吧。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，让我们先玩一盘扫雷吧。我觉得我好可爱，怎么办？臭不要脸，我是。嗯嗯，我也这么觉得你可爱，谢谢。谢谢你跟着我一样，我真的是醉了。有的时候我说我可爱，其实我并不是觉得我自己可爱。躲起来抽烟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看得到我的那个游戏那个扫雷的吗？看得到吗？跟着你疯狂，我还在安装，还没好，还有40%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可乐看不见我的棒棒糖了，棒棒糖它没有单品呢。谢谢星星，星星 I love you。这两个都是吗？我趁它安装的时候，我先扫一把雷。你们要带我的啊！我真的，我撸啊撸，虽然撸过3盘，但是我不是很会。星星，你不要哼 ，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怎么办？好多雷哦，超多雷！来，爱欧尼亚，我去黑色玫瑰，你们可以找小号我。因为我的猪宝宝在黑色玫瑰，又赢了吗？